然后这应该是小雨的宝，对，小雨的剑。嘿，我的风衣。嗯，然后我们还有那个燃烧过来，是不是中间会换国王啊？不一定，运气。你做得好的话，你就是一直会看你做不做得好啊。嗯，你是不是一个好国王？有人曾经三连庄，我不知道他有多水。他的运气一定很好，没有，他一定很水。我再来找个地洞，把自己堵起来好了。那干脆我们把你炸死，然后进保险箱，这样不是更快？让他挖起来，是直接观战的吗？帮你埋起来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你那种讲法，不是在担心吗？对啊，你既然担心，我们就保护你啊！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烧啊！最坚硬的保护了、啊，我不敢下去。这是哪里啊？哦，先把装备弄好。那我要从那个提款机的后面下去。不用，你不要跟我们讲，你换个地方，你不要讲，你不要自言自语讲，不要告诉我们任何人。为什么不能？因为最近会听台，他们会台啊，等一下就来干掉你了。哎、欸，我的帽子。恭请那个什么，扔到后面。对，汤哦，观音姑过来。对，不行，他们没看到，他们没看到。你什么都不用跟我们讲，哎、欸，你就自己躲好，嘿。好。有问题，你再啊啊啊就可以了。哦，我喷金苹果给你了。好，把喷还给我了。你在干嘛、啊？哎呦，我挖到孔。哎呦，一个小雨头上，小雨头上有炸弹，有炸弹，有炸弹哦！小雨小心，我们先走了。西瓜，西瓜，西瓜！哦，这个美味，美味，美味。他又被打到掉街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美味，美味，美味。他特地来秀他的美味啊！他这洋洋，你的地方被舞蹈作者听到了啦！他跑过来了，去打你的了。再讲出来啊！你找个地方随便挖。再说啊！不要去刚刚讲过的地方。对对对，你要是那种我们都不知道的地方，对，真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在哪。我这个很痛哎！楼下楼下楼下死了，要死了要死了，超痛的。在哪？楼下一楼，一楼，一楼。卢米，卢米，死掉了！他武器超痛的，太快死，太快死！我要打死！哇，他跑掉了，跑掉了！狂点，哇，他吃补了，他吃补。哇，他补太多了吧？这补？他补到17，也太多。他上二楼。哇，他这个敌好讨厌哦！哎呀，我刚刚没无敌，直接被先打了。我刚刚在拿钱，没有看到你被走。我的矿坑帮我一下，矿坑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过来。快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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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强三的弓你有拿到吗？哎、欸，我就捡到的。做这些。杰克矿坑，你还在奋战？没有，我把它支开了。好，差点死掉。刚门口有人哦，注意一下。刚什么？刚刚门口有人。哈很快。你很危险哎、欸，杰克。怎么了？我是很危险。为什么你要挑这样子啊？你很会耶！你这两个什么时候知道我在这里啊？你们太夸张了！哎呦喂、啊！你发亮啊！哦，发光啊！不灵不灵的啊！你现在闪闪动人。哦、真的耶，非常的吸引人，闪、嗯、亮亮登场啊！巧克力，给你、嗯，谢谢你。我的画面是一个杯子，然后被骗说你现在赢了金苹果，我又对，因为刚刚我拿到16颗，重新弄个弓。那个该不是泱泱吧？你不用蹲了啦。你都发光了，蹲什么蹲？发光了，蹲。早就是你哦、喔，你又没问。你怎么了？这个太夸张喽！你下来，你下来。我要死了！你这重开场都一直……你在死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完了完了完了！杨、你怎么死了？他死了、啊。我被炸死啊！你死在……你努力直系中干嘛？你就不讲？你无敌什么都没用。弟弟那个蓝色的，弟弟那个蓝色的，很远啊，很远、啊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那个就是那个敌很快的那个。我刚刚就在弟弟，然后就你要喊啊！不是，他就炸我，就死了。就是啊啊啊！说好了啊啊呢？
快！啊，你是国王，你死掉，你没有按，我们不知道你死掉，也不知道你在哪。然后我按了。西瓜啦，那颗西瓜，快点！那颗西瓜。下面下面发亮发亮，快点！感觉好像是。快点！在哪里？在哪里？繁星的血量有点远呢。等一下，我因为我在他们这边。哎，两个算了啦，看到了，你真的是爆得很慢呢。走峡谷，走峡谷，走峡谷。我有啊，那条路通峡谷。等下，这个我先解决掉。所以是下面发光的那个吗？下面那个，下面那个，小雨那边那个。好好好，看看你们好凶哦。哦，兄弟，还不是为了要保护你？有两个你啊，爱的无敌死了，爱的无敌嘞，你的，我就是你嘞。你不来，我就不会当国王。没有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还有另一个人过去哦。我就在上面丢炸弹出去而已。我也不想啊。不要在那边装酷，你少在那边。好，去捡，赶紧捡到，捡到。先弄战场。捡到回来了，巧克力，先回来。我捡到了吗？我捡到了吗？捡到了。啊。捡。啊，我掉下去。哇，兽人又来了。这边。你是假哭对不对？告诉我你是假哭。开玩笑的丫丫，你最棒了好不好？太棒！不要，我们最爱你的是开个玩笑而已。可是我也不想要雷你们。你完全没有雷，你刚刚表现超棒的，我们就需要你这样子，精彩万分。没关系。我当国王，来，开个玩笑呀！你看我马上就回来了，你整个让整场有没有精彩了？你让观众有游戏玩，哎呀，好痛！赶快回去！效果，哎呀，你这个效果十足，你很棒。你没有啊？没有，我们找你来就需要你这个样子，你越死我们就好开心啊！我们死的我们好开心啊！家里有人，二楼吗？好，二楼，好，那个二楼保护，别成这样子啊！就刚有一个人一直在打，有一个人，完全没问题啊！我们可以观众中又爆了，快！他死了没？他死了没？上面的还没，小心，他应该有没有？他想炸我，他想炸我！二楼崩嘎，他还活着，他还活着。对，那个灵魂人，段，那有没有兴趣？那边，门口有家，有人打呀，门口有人打呀。今天没，你看完全没问题啊。等一下哦，杰克在你头上。还在楼上。哦，这里有强势的弓啊！哎呀，你干嘛？强势的弓是我的。我需要。我来了。他叫了。是你还想走？还想走？回来！杰克，你需要装备吗？我等下再做。他下来，不用怕，巧克力去。回来！我觉得看可以把他杀了，再复活。还走！他跑出去。还走！哎，这叠太夸张了。他有无敌，刚刚打不死他。死了，我被他打死了。四滴。回来哦。哎呦，他真的跑走了。保险箱是不是坏掉了？圆。啊？想走啊？对呀。有搬掉吗？有人了。想走啊？这个灰。哎，你有没有捡到鹅卵石啊？我有啊，在我这啊。苹果。对，然后还有很多牛排给你。好，这样不用这么多。都他的，不是我的。洋洋要复活了，洋洋。好。擦起眼泪。我们直升机有人了。直升机你们顾一下。洋洋，来，你跟我走，洋洋。你这边先往下挖一条路。我把后面堵一下。哎，等下，洋洋，你现在发光。没关系。你要不要自杀？你这西瓜，走开！要不要？走开！没关系，他这样还好。好的。看一下哦。哎，脚下！哦，感觉没事啊！这只丑猪。洋洋，我给你一些装备哦。坐着，四滴血，两滴血。盾牌。你也笑来开心。武器。可是我怎么拿盾牌？你副手拿这个，对，盾牌放在主手，主手也可以举。对，有没有？我对对对。
然后给你食物，不用怕，跟金苹果。杰克你要吗？然后附近有人哦，你要小心，先继续往下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等一下去 rush。所以如果有人，我要叫你们。哎呦来喽！对你，你身上你先把好、啊，你先不用玩，你身上的那个道具，你还有那个无敌跟传送吧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有人打你的话，我觉得你就直接先传送，因为他会到地表，然后再跟我们说，对对对，先叫就对了。你无敌不用用，有人打到你，打到你就果断用传送。大爷，哎、欸，我都要全喷了，身上。那我可以先拿着传送吗？你可以挖钱、啊，在下面挖钱。你这个叠太夸张了，你这个最好是用骗的，你过来。这是狂叠猛叠套车，你给我过来。蒸汽器，我们直升机有人哦。啊，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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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、有一个对面有一个，对面有一个。太夸张了。有人要攻吗？我有两把枪山。你先拿好。我有，我就是有额外的。我想要去炸他。他叫了。所以你要金燕平吗？喂，没有没有，杨你在哪？你有传送走了吗？传送到一个中间的桥外面。中间走。来，你还有一个无敌，你还有一个无敌。有，我往内走看看。你先把它握，先把你的无敌握着。对对对对对，随时 Q 出去，随时 Q 出去。我不知道我哪里也不太对了，就丢。这是哪里？这是哪里？你是谁？有够凶！往家里走，往家里走。我不知道家在哪里耶，刚刚。你看红色发光的位置，看旗子比较多的。红色旗子。没有没有，你不要上来，你不要上来，你往下，你往下。在下面吗？你在下面对不对？对。对你继续持续往下，然后。等一下，我再跟你讲我的方向。哎、欸，家里有人哦，你们要小心哦。有还没一直狂丢猛丢，加两颗西瓜，内裤叠叠乐，叠叠狂的那个哇，内裤西瓜。然后反向挖，反向挖，反向挖，然后一直直直挖，对对对。家里有人哦，二楼那边就是内裤西瓜，不是另外一个爱杀人那个，这个方向吗？那你先挖，我等一下跟你讲。我是对对对对对。你挖，你挖，另一边后面正后方、哦，我都要见了。正后方，好，对，这边一直挖，你可以挖出来。打这光，打这光，看这光吗？可以了，开一个。哎，刮顺走了。我发光还有多久啊？哦，原来上面有人了，我想说谁在炸，我吓到哦。上个我们直升机有两个人在炸、啊，好好。哎、欸，你竟然在旁边吃苹果不帮我打？那个分数靠你们哦、哎，我努力救泱泱。有，你们要先撑着，对。有，我把他们来我们直升机这里的路断掉了。嗯，然后你有挖出来了吗？有。你在哪里？有了。对，你的位置比较尴尬啦。我觉得你要不要干脆就是直直往下，就是躲在他们下面。有用到啊。等那个传送好。附近有人。对。等下面有人，下面有人。我附近有人。哎，我又掉。这个有方块挡到啊。没有造哎。然后你无敌还有对吧？那边一个那个。对，但是有人。啊？有人在我后面，那个西瓜。哇吧！哎呀，我靠，你被打。哦。这是不是用炸的啊？对，那用炸的。不用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炸的、啊？中间那是谁啊？我们中间那是谁？我跟小雨还有泱泱。嗯。我用完了，我用完了。泱泱在下面。泱泱，你不能在那，你要躲一个。不行，有人要抓我。哦，你真的是。你先补好血哦，有人抓你，有人抓你。才想叠啊，冰鸟。有，我吃。哎呀，我吃金苹果。啊？在哪？啊！打！在下面。我去挖、哦。我掉下去会死掉是不是？对，你走。走哪？来，就这个洞。走。然后挖到最底。哇，我们家里好精致。你就直接往下挖，没关系，直接往下挖。叠啊！那最下面会有屏障，是不是？会有鸡眼，会有鸡眼。鸡眼。OK。他们也叠到那个他们自己的直升机那里了。你都用手榴弹还是用 TNT 啊？手榴弹。我到鸡眼了。A 往直直走 ，X 要正的。什么东西 ？X 坐标，坐标。杨颖，你先别蹲。哎呦，好，知道你在哪？你在敌方家下面哦。对，所以我才一直不说。我旁边好像有人。没关系，我救到他了。我们家有一只维尼。这里，看我。这里，维尼，快！维尼很猛哦。门正门，正门维尼。正门维尼，什么是正门维尼？我知道，大门口上去啊！这是怎么挖过来的？哎，维尼，到二楼了。